老板，这么多书都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哦，那自然是全国各地收来的，还有一些熟悉的商行，收废纸废物卖杂货的货郎路过这儿也会给我烧一点。怎么了？老板真是朋友遍天下，难怪有这么多书呢。老板，你这幅画卖多少钱啊？哦，那幅画不卖。不卖？嗯。